我喺 YCCC 最难忘嘅体验就系去三间唔同嘅幼稚园实习。由第一次开始，我系一个助教嘅角色，去到第二次、第三次就系一个幼稚园导师嘅角色去教小朋友。好开心喺未毕业已经揾到一份幼稚园嘅工作，希望喺 YCCC 学到嘅嘢可以学以致用。